快过年了，然后今天上街买了一点牛肉，准备做一点牛肉干。哟，有牛肉吃啊？牛肉，做一点干牛肉。这么多啊？哎呦，你觉得多吗？多少钱一斤？买的我好心痛啊！你知道这一堆花了多少钱吗？300块，50块钱一斤。他们说昨天都才45块钱一斤，今天就涨价了，50块钱一斤，而且没有牛肉，你知道吧？都在抢。我说为什么昨天去买？我昨天没空。我现在要先用盐把它腌制24个小时以上，然后再把它拿出来，熏干。管它老了。要录盐还是？今年物价真的好高，真的好高啊！对呀，50块一斤牛肉，那我们到时候拌酒怎么办啊？我都有点心疼三哥了。50块钱一斤牛肉，那拌酒的话，你买到边高一点弄那多，反正就那多的。哎我，老了啊，年大了我都不错。白的农药了。没有啊，剩我几斤？本就2斤来去了，几十斤。我伯父说，我伯母还说，只要几十斤就够了。几十斤，你想一下，就算50斤，2500了，光牛肉都要2500。50斤肯定不够。我也觉得不够，我也觉得不够，给不止一餐呀。来，好的。这里打开。把它抹均匀，涂抹均匀。我伯母他们在涮，涮要拌酒的牛肉了。半斤应该往肉里去。这把你奶奶有。不是，哎，那牛肉可以挂起来了吧？应该可以了吧？这么久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完全可以了。把它拉起来。这一块是腱子肉。腱子肉做干牛肉挺好的。我数一下啊，好重啊，土豪，3、4、5、6，我觉得我想把这块切成2块，太长了，等下别人都没有熏干，它就已经熟了，7、8、9块。那就再切一块，就刚好有10块。等一下，我再把它切下来，先挂起来吧。等一下，哎呀！我的肉啊，牛肉，干牛肉，存了年货，这块切下来啊。嗯，切成2块。对，这块切下来，然后。然后再挂起来，再把它切薄一点吧。最后一块了，挂上。看这个腊肉，熏了2天都有点干了。我们有干牛肉和干腊肉过年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哦，咱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